敢惹葛夫生气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得快点了。要做什么？朕需要很多岩浆才行。 机关，你敢过这里？此路不通。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！ 什么？此路不通。这座桥由我坐镇。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。荣耀是什么？我是来抢钱的。
桥由我坐镇。这箱子，哼，只是海盗的东西了。看看我捞到什么。这座桥由我坐镇。哇！完工了。我快饿死了。
们妥协一下好吗？这箱子，哼，只是海盗的东西了。快点了。